嗨，这二维码下回吧，下回我这掏一个洞。今天那个大褂刚买的，不舍得。我们不能拖，我们已经不止这个挣钱了。什么话这是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拿。有点上来老这样啊，咱不提钱了，提钱性质就变了。朋友，我觉得咱之间都是朋友的关系。观众跟演员不就是朋友的关系吗？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台上给您快乐，您给我们饭吃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大伙儿刚才也是，我们这一场来说就想让你们开心，让你们快乐。对呀，有的朋友对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啊。记上记上啊！哇，真是的，这么多年手法还是那么快。嗨，这不都嫂子也这么说。那个，这包袱不怎么样，下回别用了。老狼，哎，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？对呀，我没挨过打呀。拉倒吧，你挨过，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挨过？你妈当年打你没打掉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你呀、啊、就应该给你打死，知道吗？打死我你就成孤儿了。我现在就想给你打死。干嘛？狼和野狼老师，您老师，我现在你说我跟你聊天啊，哪一句我感觉都现在都在陷阱里边，残不哈西特嘞。你累不累啊你？还行，嗯，这是一个好的捧哏演员，就是表演，真的，好多人啊都问我啊，说那个德云社里边逗哏的来说谁强谁强，我说不聊，我说捧哏的都问我，你说他问我，你说你是于老师强啊，还是孙越老师强啊？哎，对，问我这个，那问到这儿了，那于老师跟孙越老师他们俩谁最厉害？问我这个的问题的人啊，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：“你怎么回的？”我说：“这里边为什么没有狼和岩？”我天哪！这孙越和于对，于谦、孙越里边为什么没有狼和岩？那我再问你啊，重新问啊，于老师、孙越老师和我捧哏谁厉害？于谦。嗯、啊，是。那这里干嘛非得有我呢？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。合着就我是垫底的呗？不是，我捧你，得哪儿捧？说哎，你仅次于老师、孙老师、阎永祥、周九良、那个杨九郎、那个王九龙、朱鹤松、高九成、我是个学员吧，老师。等等等等，我就想了解了解，等等等等是谁呀？别着急，老话说呀，你我不想听你这老话儿都，是不是？一哪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，对不对？嗯、都得是一点一点的努力哦，一点一点的发光，自己努力。真的，这捧哏演员们，这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！这句是好话还是坏话呀？不，我那意思就是十年饮冰难哎，对了，老话说台上一分钟，台上几分钟，对不对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是你对你都你来多少是多少年了？十多年了。来十多年了，为什么不红？为什么不火？你看看你不是你红吗？你看看我刚才说那些，刚我刚才说那些，哎，为什么人家杨九郎红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对，你看为什么那个周九良红了？为什么阎鹤祥红了？为什么你还不红？为什么 你问半天，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搭档红了，你呢？你还在跟这儿还二维码呢？你什么呀？我马上就要红了。你看大伙这敷衍了事的回答，啊！我不骗您各位，您各位可能还不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因为啊，最近德云社来说的动作还是很多的。最近马上要拍一部电影，不知道您各位知道吧？8月14号应该在开，马上就开机了。不是，这我们知道，这知道吧？天津那边。哎，对了，选址呢？现在刚选址，然后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里边德云社内部的需要演员啊，像我这种是德云社需要演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像我这种啊，像你什么有实要实力有实力要颜值有实力的演员，我跟你说，你是要实力没实力，要颜值没实力，
我演技我没实力。你演什么？你什么演技？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？我演的电影你没看过吗？《祖宗十九代》。祖宗十九代？对，里边的四大名捕。你这个笑都足以让他尴尬一辈子。你看看吧，脚趾头都抠出三室一厅来了。祖宗十九代四大名捕有人名吗？是四是大是名是捕啊？是名捕甲。你看好不容易演个角色还是甲，人祖宗十九代人岳云鹏啊，不看岳云鹏人看个六啊，看你疯了。是是，我就是客串一下，但是我在里边很出彩，咱就不提演，咱就不提这部剧了，还不提这个了。哎，别提了，林子大了。林子大了啊，咱们知道吗？那网剧，网剧。对了，郭麒麟演的那个。对对，你都说出来了，郭麒麟呢？人家不看郭麒麟，人看个六啊。看你，疯了。是是是，哎，第二部，能耐大了，哎，没有郭麒麟了啊，没有郭麒麟了。孟鹤堂主演的。对呀、啊，人家看孟鹤堂啊，不看孟鹤堂看个六啊。看你疯了。是是，那对，第一部第二部都，第三部有郭麒麟吗？有孟鹤堂吗？没有。有第三部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说个六啊。看你啊，你们是不是疯了、啊、Thank you Thank you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就不会演戏？我不会演戏啊，我真的很会演戏的，但凡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唰一下我就迅速蹿红。怎么了？你这是还唰一下迅速的演员？我真的是我会演戏。 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是跟你搬杠，也不是看不起你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咱们现在拍戏要负责任。对啊，知道马上就拍的那个电影吗、啊、虽然我不是演员啊，但是我是演员的统筹。统筹是干啥的？统筹是颠勺的厨师。我就这还会演戏呢，都不知道演员统筹。老大伯粗，你就是伙夫。三年前我就给你预言了。三年前就预言了？对。你怎么不预言一言？你这右的韧带折了呢？这个。那是意外、啊。什么叫意外呀？我之所以这么说，你是给你面子。咱们拍戏要严谨，要负责。我是选拔演员的。您是那个戏选拔演员的？废话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没出汗。你早说一下，你看看这怎么是不是往哪儿擦呢？这是真的？这怎么？这不是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该努力努力，好好说你相声，你别演戏了，你演不了。我怎么演不了、啊、你票房咔嚓下去了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演戏非常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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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autiful。 怎么叫 beautiful、就是 good nice nice。 你要亲谁？嗯啊 nice。 行行行，我呀我真没给你开玩笑 啊说实在的，咱们合作十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这话说该放水就放水，你要是真能行咱就去。怎么着？您放心，我肯定行啊，我演技真是观众是认可的。不是，回来回来，怎么意思？我给我送他一个手绢，这是擦过狼和盐的汗的，你看上面。不要了不要了，上面都有大油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那意思，我这简直给你机会，你不要是不是？这个有你的芳香，有你的汗水。别闻了，待会儿还腻得慌呢啊！你要真这么说啊，我给你机会啊，是不是？别说三哥哥的不给，漂亮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没事没事。我黑呀，给你机会啊，咱们试一下戏，试戏好不好？你不是说你都行了？我知道，我知道试戏潜规则。对对。什么？不是二维码吗？这不是二维码是不是？谁给谁二维码呀、啊？这是？给我给就是。没有没有啊！你要演得好，咱们到时候再谈报酬劳务。二维码不要了，咱们先说一下，我给你设计场景，设计场景。好，你说设计场景啊，就是这个，在一个后半夜，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就夜深人静。兄弟你不行就换换中医好吧。我是西医刚看。你哪儿的事儿？你中医炸猛子似的。不是，你看咱赶着夜深人静的时候。我这个时候不需要 BGM 啊。
BG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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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GM。这是干嘛呢 ？BGM BGM BGM 都是这个 ，Club Club 恰恰恰。要不说您是老戏骨啊？哎，这个样子我喜欢，一对不要脸。哎，在一个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小胡同里，夜深人静的狭长，兄弟你先听我这边啊。后半夜狭长的小胡同里边有一个下班的妙龄少女，偶遇到了一个喝多了的醉汉。哦，就这么一个场景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你看相遇了这喝多了的这个洒洒酒疯，然后这个妙龄少女一看呢就特别的害怕，你要把这个感觉演出来，就演他那种恐惧。对，醉汉那种那个无赖的样子，彪悍的，那就那种无赖呀，耍酒疯。对对对，你行吗？你放心啊，我太行了，没有拿捏不了的。我就是奥斯卡欠我一个影帝。我觉得奥斯卡欠你一个扫地。我其实车票都不够，我下头可以爬着去，你可以啊。行，你要真说行，咱就在这儿来一回，好不好、啊？来一回啊，咱就拿这个啊，就当是片场了。行啊，咱布置。我来这个醉汉是吗？看我那演技是吗？你来醉汉啊？哎，行，那你来醉汉，那我就跟你搭个戏，我来妙龄少女。没问题。啊、喝酒来说，我六队有名啊。啊，对，刚才这里边这捧哏的高九成，六队酒蒙子。对，是。我说你怎么跳这醉汉这角了呢？王总喝酒有生活。对了，可以。老话怎么说了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，阅人无数不如名人指路，名人指路不如咱们喝酒不管不顾。嘿，真行，有生活有体会，喝酒那对走心了。当然，那咱来一回，来一回，咱搬桌子，搬桌子，把这胡同布置出来。哦，行，这是胡同是吧？来来来。行，也不用太靠后。行啊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啊，你醉汉，你从那边来，那边来，我从这边来。好。哟，干嘛去？喝点酒，聊聊天。啊？你是个醉汉，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？干嘛去呀？喝点酒，咱们聊聊天啊。你男性，你阳刚的一面表现出来。我喝阳刚一些，我喝酒之后很俏皮的，喝完酒之后我不要你俏皮，那你俏皮那妙龄少女怎么演呀？啊，就是演员得有冲突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韧带还没好。预备 ，Action！ 哟，美女，咱们。喝点酒去怎么样啊？我不去。那不去就不去。你是筷子卡嗓子了是怎么了？阳刚的男人，阳刚没有让你表演话剧。我只想踢你的屁股，你像发了霉的橙子。这耍宝他能耐着呢，你行不行啊兄弟？生活化，你喝醉了，这大老爷们很简单嘛。啥？对，我喝醉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、啊？就想起我一人撂倒七队，我想起啊呀，就是的呀，你能喝那就把那劲儿拿出来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行了，再来吧。Action！ 呀啥意思、啊、啥意思？怎么意思啊？那些花随便挑挑。你要给我跪拜是吗？我给你跪拜什么呀？是不是看着 我都真的快给你跪了。贺罗，怎么、你要演的什么？喝醉不等于喝睡呀，你这都醉死过去了。我一人干倒他们一队，我躺会儿还不行、啊、兄弟你要记住了，你是表演，不是让你喝醉，你明白吗？你这一下呱唧堆地上了，那后边的戏怎么演？哦，冲突怎么演？哦，搞这感觉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喝醉了的感觉，你不能说这样。那你说，就喝醉了是喝醉了，表演是表演。来来，我知道了，喝醉了。明白了吧 ？Action！
我给你介绍一老中医，扎着针去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您这都弹弦子了，您这是喝醉不颤着胃？我这你喝醉没让你喝出后遗症来呀？这是啊，喝醉酒个泪滴。就喝了一点，啊，不说。Yes, okay, 来来来，再来啊 ！Action！ 哟，你来，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？喝多了得吐吧，喝多了要吐，喝多了吐人直接喝完了就吐了。你看见我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看什么？不是看着你又刺激，我模样刺激你吐的，那跟喝不喝没关系。不是你长成这样，你说你跟个桃罐子似的，你真的不是你太难了，兄弟，你要这样哥帮不了你了。我这你明白吗？不是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表演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人的内心的独白。你看看，我跟你说，是因为我，你看我这状态，我实在是忘了，因为我真的好久不喝了。自从我有一年喝完酒之后啊，去岳云鹏家给他拜年去，我去跟他聊聊天，结果他那徒弟跪地咣咣给我磕头啊。那时候我也喝点酒了，我就咣咣给他回磕呀。然后我就把我兜里的那个钱和手机里的钱都给转没了，从此之后我就忌酒了。我不管你，那之后我就再我明白，就是你不喝了呗，不没有那感觉了呗，忘了。但是你得有表演的感觉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说我要演一个醉汉，我就非得去喝，我就非得去吐。我表演能力强，让我演什么都能演。我演醉汉能演，让我演姑娘我能演，让我演大小子，让我演老太太我都能演。你明白这一点吗？那这样，你来醉汉，我来这姑娘行不行？你这他又来姑娘了，不是看演技吗？对呀，演技呀。眼睛我人家都说我风韵犹存呢。那您这油有空就别存了啊。行，你风韵犹存那个妙龄少女啊，纤纤细指，纤纤细指，这都快跟凤爪似的了。行，你来这个这小姑娘妙龄少女啊，我来这个喝醉的这个啊，好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沉不上不几条裤？怎么拿呀？啊，吸吐了？不是哪个？你演妙龄少女了？我醉汉，你看着我吐了。我这就你乐最开心，我跟你说。好，我不吐，我不应该吐，对不对？你吐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吐，我不是说演醉就得吐，咱俩得有冲突，后边你得有恐惧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我的个乖乖 ，Action！ 以后少喝点。回来！家伙，这是我媳妇儿，你看没？几点了才回来？一天天活活不干，碗碗不刷，还不开，就知道去喝点马尿回来耍酒疯，能过不能过礼。你是你的全不留瓢杯戏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演的是妙龄少女，不是结了婚之后的，不是我媳妇，我还挺像你不能这样，你这个温柔一点啊，温柔一点好不好啊？我觉得这样挺行，你这是温柔吗？你这不是彪悍吗？这是两口子呢。 Action！ 哎呦真是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不要温柔一点吗？你谁？大郎该喝药了。你不要再加戏了，你才是戏精呢！你这个，啊，你看你要温柔点，怎么就这一段两三分钟的小品，你拍成个连续剧啊？温柔一点也不行了，这太温柔了，你明白吗？就
你这记住，我是醉汉。那你给我个方向，方向。我是醉汉，你哎呦，这还叫方向？你我应该怎么演？你说你啊，刚下班，刚下班，黑胡同，黑胡同，月黑风高。不用这么夸张，妙龄少女遇见我这么一喝多了的醉汉，你首先你得是害怕呀。哦，哦，对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害怕又怕。我这马上回家了，这怎么跟狭路相逢遇着这么一个呀？我还错不开，害怕害怕，对吧？我一看上你，哎，这小姑娘挺好看的，我那意思找你喝点酒吧，亲近亲近，我就往你跟前凑了。你凑，我一凑完了以后，我呢？你当我这跟你肯定得是拒绝呀。我说咱喝点酒去，你得拒绝呀。啊，对不对？你一害怕你就拒绝，害怕拒绝，拒绝拒绝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，哎呦哥，我这还得肯定往你身上凑，因为我喝多了嘛。啊，然后你就得挣扎。哦，害怕拒绝哦，挣扎，对，挣扎呀，挣扎完了以后，我大老爷们儿，你这个弱小的这女子，你就只能求救哦，求救求救，你求救就有人来帮你了，快来救命，快来救命是吧？对了对了，哎、你给这几个方向，一下不就明白了吗？内心戏，我知道几个关键词是什么。首先是这个害怕，害怕，害怕完了拒绝，拒绝，然后挣扎，挣扎，然后求救。好嘞好嘞，明白了吧？再说一遍，害怕拒绝挣扎求救，来吧，我可都告诉你了啊！行了行了，人家说这副导演太难了，这是。来来来来。阿水，嗯，美女，一人下班啊？哎呦哈，吓死我了！这怎么了？啊、哦，干嘛？干什么？我还就喜欢这样的，你看，哎，早拒绝，拒绝，走！着急了，你干什么？这什么？你别。劲儿可真大哎、啊！挣扎，都干嘛？还有，你还真行，还行，你跟我走吧，咱去拍戏，做 CT， 别说了。